链游，区块链技术引领数字游戏新时代。随着区块链技术的快速发展和数字游戏市场的不断扩大，链游逐渐成为一种具有极高商业价值的新型游戏模式。在这篇文章中，我们将重点探讨链游的应用场景和商业模式、生态系统建设和未来规划， A 链游在各个行业中的应用和落地方案。链游的应用范围非常广泛，不仅仅局限于游戏领域，以下是几个常见的应用场景和相应的落地方案。数字资产领域，链游可以作为数字资产的发行平台和交易平台，为数字货币、加密股票等提供一个安全可靠的处理方式。虚拟物品领域，链游可以为虚拟物品如游戏装备、音乐、电影、虚拟艺术品等提供更加安全、公正、可信的交易方式。社交媒体领域，链游可以为社交媒体提供一个新的模式，通过智能合约实现更多元化和安全的社交互动。 B 链游商业模式的创新和商业价值分析，链游的商业模式包括游戏发行、游戏运营、数字资产交易、虚拟物品交易等多个领域。创新的商业模式可以带来更高的商业价值。游戏发行，链游的游戏发行商可以借助区块链技术实现更加公开和透明的发行方式，同时也可以通过智能合约实现更加精准的定向发布。游戏运营，链游可以通过智能合约实现更加公正的游戏运营方式，促进玩家与游戏之间的互信，提高用户粘性。数字资产交易，链游提供安全可靠的数字资产交易平台，可以带来更高效的交易体验，同时也可以更好地保障数字资产的安全和合法性。虚拟物品交易，链游为虚拟物品的交易提供了更加公开、公正、透明的交易方式，同时也可以消除虚假物品和欺诈行为。 C 链游生态系统的建设和运营管理，构建一个良好的链游生态系统对于链游的长期发展至关重要，以下是几个关键因素。游戏社区，构建一个活跃的游戏社区是链游运营的关键。游戏社区可以为游戏玩家提供更多的互动和交流机会，促进用户粘性和留存率。数字资产管理，数字资产管理包括数字货币、虚拟物品等的管理，需要保证资产交易的合法性和安全性。游戏平衡调整，链游需要不断地进行游戏平衡调整，以确保游戏体验的质量和公正性。B 链游的未来战略规划和行业合作，未来的链游将会采用更加先进的技术和创新的游戏玩法，提高游戏体验和用户粘性。同时，链游还需要与其他相关行业进行合作，拓展链游生态系统的应用范围和商业价值。以下是几个可能的合作方向：区块链技术服务提供商，与区块链技术服务提供商合作，以提升链游安全性和可靠性。消费品公司，与消费品公司合作，推出专门针对消费者群体的链游和数字资产、数字货币交易平台，与数字货币交易平台合作，实现数字资产的快速流通和交易。结论，链游拥有广泛的应用领域和巨大商业价值。未来，随着区块链技术的不断发展，链游生态系统也将会不断完善和扩大。同时，链游还需要积极与其他相关行业进行合作，以实现更多商业机会和发展空间。